对不起啊，由于我的工作失误，让你被小便给憋死了。你这是，我都不可能被尿憋死的，你怎么敢动？抱歉，我立刻安排你复活。谁你还不知道我的知识水准？一直都没有什么有用的技能，给我一个很流畅的技能行吗？好吧，我这里有一堆 S 级神级技能，普通人出人获得 S 级技能的概率是0.00001%。我让你选择一个技能重生，您看怎么样？好，那我就选这个，真的不会。我开始复活你了，巴拉拉能量滚香巴拉巴。立马做手术，不然有生命危险，给他打麻醉针。我打不进去啊，这皮肤跟钢铁的一样硬啊。我来试试。我这么诡异，这个身体真的是拖我后腿的吗？俺也没办法呀。我不管，我继续出现。好吧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我就是选择这